线上的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和平，很高兴啊，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次的科技的力量访谈。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了啊，原来是邀请了三位啊，具有医学背景、营养学背景和养生背景的呃这个专家呢，来给大家分享舒立公司的产品及其技术啊。但是刚刚呢，在这个会前呢。 呃，我们有一位非常期待的一位，呃，北京急救中心前营养科负责人呢、啊，王雷医生，因为这个呃手机的这个线路问题啊，呃，不能上线，所以今天呢，我们只有两位啊、呃、专家来给我们访谈。那第一位呢，是来自于我们国内深圳地区的啊、呃，这个丽娜，有请丽娜。 大家好，好，和平老师好，今天有请到你了，哇，这个气色真好,<对>好，有请你跟伙伴们打个招呼。呃，uh, 各位斯瑞的小伙伴，大家好，我叫妮娜，我在深圳。啊，妮娜的背景呢是在瑞士做抗衰老机构经营的，同时也有一些中医学养生的一些专长啊。马上我们有请你分享啊。 那第二位呢，也是来自于国内天津三甲医院前院长啊，那当然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是今天我们看起来状态很好，李院长你好。啊，何平老师好。嗯、哎呀，其实我昨天刚刚感冒过，一会儿我会跟大家分享。哎，看不出来。这个看不出来是十二小时，呃，就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嗯，好的、嗯。状态还状态还好。非常、哎、好。 所以今天呢，要拜托两位了啊！原来我们是三位伙伴，但王雷医生呢，这个因为那个手机的状况呢，所以不能上，所以整个大家的期待就期待请请听你们两位的分享啊。那是这样的，今天为什么我们组织这次活动呢？因为苏瑞 r 国际公司从去年开业，呃，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个月、二十一个月了吧？那到这个二零二五年的二月是，应该就是整整两年了。 在过去二十多个月，苏瑞公司的产品走向了十五个国家和市场啊。那许许多多的消费者在使用产品、体验产品、分享产品信息方面呢，都取得非常呃大的一个成果啊。包括我自己在内，产品对我的内内外外的这个一一个帮助啊啊，我觉得是非常好。那很多伙伴们，产品用的好。 但是呢，他们在分享的时候呢，经常有他周边的朋友说，为什么产品这么好啊？也就是说，知其然啊，还要知其所以然啊，就是自己产品用好了，还想问一下到底为什么？这样子呢，就可以跟更多的周边的朋友分享，把健康的一个福音，呃，分享给我们周边的朋友，从而真正达到我们的三爱：爱自己、爱家人、爱社群。 所以今天呢，我准备了两个题目，有请呢，呃，两位专家呢来给予一个我们一个分享啊。第一个呢，就是根据大家，根据两位啊啊，呃，我们的丽娜是做这个养生啊，这个抗衰老的啊。那李院长呢，也是几十年嘛，在三甲医院从医啊，并且负责医院的这个呃管理院长工作，那么也就是很有依据这个专业背景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自己在进入 Three 平台？像 Lina 已经进来了，呃，多久了？体验产我是今年七月份开始吃产品的，七月份进，七月十一号。那才这个半年还不到的时间。李院长呢？ 呃，uh, 我跟那个丽娜老师应该差不多，我是六月三啊,啊，对，那么就是说这半年时间，我们体验产品、了解产品信息，尤其是关于我们 Three 产品背后科研团队啊，比如我们首席科学家丹博士分享了我们产品在技术上面很多不同，所以我想第一个话题我们就谈谈这个，就是同和传统的养生方法、传统的用药、传统的保健品比起来。 我们舒瑞公司的产品在科技的创新性方面，它有哪些这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当初选择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它。好，我们有请丽娜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爱美的人，就长年以来呢，我会尝试各种养生的方法，包括保健品。那传统的保健品呢，是抱着吃了肯定比不吃好的这种。 态度在吃，但是吃到思瑞之后呢，这个产品确实让我非常的惊讶，因为我吃第一天就有反应，然后我吃第一天有反应的时候，我就主动去了解这个产品背后的信息，我说为什么这个产品这么神奇，为什么跟我以往吃的所有的保健品它不一样，然后我才知道我们思瑞是有细胞吸收技术，这是它为什么这么快产生效果的原因。 然后它后面还有很多的专利和科技，是我慢慢去通过吃四瑞之后了解到的。呃，我去第一天我就，呃，当时我是去考察一个工厂，跟朋友一起去的，睡我我当时就是非常困，然后呢进入了一个非常就可能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进入这么高质量的睡眠了，然后第二天我去。 在大唐跟我的朋友会合的时候，所有人都说：“哎，怎么一个晚上不见，你怎么感觉年轻了？真的毫不夸张，是实话原话。” yeah, <my> 对，真的非常非常棒啊！好的，我们再有请我们的呃李院长谈谈你的感觉呢。半年时间啊，当初为什么选择啊？在产品方面，你看好它的哪些？就是在科，尤其是我知道专业人士嘛，特别重视。 呃，新产品的这方面的技术上面的一个特点，对吧？如果说呃跟以前的保健品差不多的话，那我想您可能不会选择。那、哎嗯，何鹏老师好，呃，我是这样啊，我还是先说一下我的背景，好，因为您说和前面的保健品那什么，做医生的好像有一本书说别让不懂营养的医生耽误了你的病，我我是看认的看的。 书对，呃，这是在我接触思睿之后，我才看的这本书。呃，我是八五年毕业，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还是在从事着医疗，到算现在算来差不多四十年，做管理呢也有二十年的时间。呃，作为我自己退休以后的一个，作为自己的一个人生规划来说，呃，我不希望这个。 像有些老年人哈退休下来，然后就是颐养天年，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时候，这是第一。第二，作为我的职业规划，因为我做妇科来说，我选择的是妇科内分泌，还有更年期，也就是女性通过这个到了更年期这个时段之后，身体的状况急转直下，因为有在门诊有看过太多这样的女性。 无论是身体状态，还有思维以及活动等等的，我是不希望我的老年是这样。同时呢，我也不希望我周边的人这样。另外呢，作为一个医生，有很重要的一个职责，是指导我们的病人，呃，不是我们的病人，而是我们的民众能够主动健康。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从观念上来说，我我觉得是一种机缘哈、啊，应该说和思瑞公司的这个。 这个理念是完全一致的，这是第一。第二，作为我自己呢，因为长期的这种，呃，高负荷的工作，我是一个严重透支的。呃，我不知道何冰老师第一次见我的时候还有没有印象？其实我那个时候自身是没有无力的，no, 我是无力的。啊啊、然后呢，我看中医的时候，中医往往会说，呃，你气血很亏。我曾经去看一位老中医。 老中医说：“啊，你气血严重的很亏损。然后呢，我是特别注重运动。然后我跟这个我说，老先生，我请教一下，我能不能去健身？”他说了一句很很说了一句话，让我心里觉得：“哎呀，我怎么能这样呢、啊？”他说：“你已经这个，你那个灯油已经快点完了，你还去折腾？”我觉得说的是一个实话。 但是面对这样的时候，就中医讲气血亏，究竟我怎么去扭转？我也在吃中药，然后呢，保健品要完全没接触过也不是，因为我心脏不好，我吃嗯辅酶 Q 十吃了一段时间了，嗯，另外关节不太好也吃过那什么呃、嗯、软骨素之类的，女儿也给买过，嗯，总的来说应该因为没有一个科学的方法，效果不好，嗯。嗯 实际上接触斯瑞呢，是因为我们天津的经历。他在推广这个的时候呢，我觉得他第一他有勇气，勇气可能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产品。然后呢，他说：“呃，你应该试试。”呃，那个时候和平老师，我一个很很让我那什么，就是我的头在不停的颤。嗯。呃，这是按理说好像是说老年的一个表现，但是我。 那个时候我解释不了，嗯，其实我刚开始吃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应该是不是完全特别主动的啊？我我说实话，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产品作为底气的话，那我就说我试试看吧。当时真是这样一种心态，但是呢，作为医生本身，我是希望。 我第一，呃，不看广告，我要看疗效，那就是我自己的体会是什么，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自己在学习，究竟中医说的这个阳气不足、啊，哈，从曾经一个非常有名的专家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说，他说刘院长你阳气不足，他给我的建议，他说你要多吃羊肉，多吃这个吃狗肉。 我说狗肉我是不可以的，羊肉我是可以那什么的。我是在努力的改善，但是呢，终归疗效都比较慢，显效很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接受了思 r 呃，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突然间感觉我早晨起来，原来早嗯、呃、睡完觉之后是没有很轻松的一个感觉，然后呢，早晨起来，哎，脑袋很轻松。 嗯，可以说是这个自己感觉啊，我真的充睡觉是一个充改变我的状态，这个给自己充能量的一个过程。原来我食欲很不好，然后呢，哎，突然间我的我感觉到我想吃东西，见什么东西都觉得很香啊，这是我很很就特别明显的两个改变。那回过头来说我们的产品，我就开始研究我们的产品。 那我们其实，我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一个主题，我们的健康是从我们的细胞健康开始的。<Yeah. S 1> 那我在研究这个我们的产品，我们产品很重要的一点是能够把我们这些营养素直接通，直接给吸，呃，给我们提供给我们的细胞，而我们的细胞是可以吸收的。细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小的、小的机器啊，实际上就是线粒体。这个线粒体、mm。Hmm. 它是一个机器，通过我们提供的这些营养素，把这个产生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我们需要的物质叫 ATP，这是医学上的一个名词。当你这个 ATP，你就是其实很简单的，在座的各位如果理解不了，就是提供给我们能量，给我们每一个细胞提供能量的时候，那么我们细胞变得健康了。所以我现在的感觉，我有深睡眠。 我家阿姨说夜里叫我说我叫了五次你都没有醒啊，她说我真觉得这个药是有效的，是有效的。我当初问过我妈妈，我说您睡四个小时早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妈妈说好轻松啊。我当时没有这个感觉，啊，这个是那什么。所以通过我对于这个产品它的机理，那我们可能面对很多很多的产品，那产品的时候它能不能被吸？ 我们被细胞吸收，这是我认真思考的啊，也是嗯为什么起作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呢，可以说现在是从头到脚、全身的改变，那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这个细胞层面的细胞补充，这是其他的那什么。 可能产品没有过的，我不敢妄言，因为我没有接触过其他的产品。但是我的我是所用的产品，我是有自信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呃，我也在关注很多的健康的这个大咖，他们在推广大健康的时候，我也在看他们的产品。曾经有一个健推点，我相信那也是好的产品，但是他晚上吃的时候，他要吃一大堆的瓶瓶罐罐的东西。 所以呢，我是感觉我们这个整个我们的这套产品呢，应该是一个经过科学的设计，是一个组合的、符合的这样一个配方。所以呢，呃，我现在截止到我目前的学习和我自己的认知，我是能够认识到这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和平老师，我就不占大家其他的时间了，好吧？ 呃，感谢我们李院长啊，这个一个分享，他从这个呃治疗啊到预防啊，包括这个营养素方面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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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加上自己一些体会啊。呃，其实呢，我也借这个机会呢，也跟大家现场的朋友们也分享一下我在这方面的一个体验。呃，我对营养医学，我现在过去十几年，我一直在体验，尤其到了 Three 公司，我觉得营养医学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过去营养医学是两个概念，比如说各个医院都有营养科，而那个营养科呢，呃，注注重的呢就是三餐食物的一个营养啊，蛋白质啊，呃，叶绿素啊，呃，纤维素啊，啊、呃，等等等等啊。但是其实我们人体是细胞组成的，细胞需要的营养远远,远超过了对。 这个就是说，蛋白质或者叶绿素或者是啊呃这这这些方面，可能远远超过它的这个呃摄入量所提供的需要啊，因此需要额外补充啊，在英文呢叫 food supplement，就是呃食品添加啊，就添加细胞所需要的营养，所以这就是第一代、第二代营养素它的一个特，就是只给我们人体提供所需要的，比如维生素啊，呃这个素那个素啊，提供。 但是呢，它没有接触到一个技术问题，就这些吃进去的营养素怎么被人体吸收，怎么被人体吸收，就好像踢球一样的，这个球场上的技术很好，踢得很好，可是射门进网才能赢球啊、呃。那如果射门不进网，那也是枉然呐、啊，我们营养素也是各种各样的营养都有啊、呃，市面上的营养成千上万，那这些营养素里面有这个内容，有那个内容，等等都有很多。 但是怎么样吃进去被细胞吸收呢所以国际公司的科研团队做出了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发展，就是他们解决了这个植物营养素进入细胞啊所需要的十二种这个细胞的这个呃递送技术跟吸收技术，提升了我们生物利用度啊。因为植物营养素根据我们的研究报告嘛啊，植物营养素。 大部分不溶于水，而我们人体是水分组成的。比如说，这个胃黏膜、肠黏膜、血液，再比如很多营养素都用水喝下去，所以营养素呢就呃不能够更多的被人体吸收。但是我们有十二种技术，包括酵素技术啊，包括佐剂技术，包括这个自制体技术等十二种技术包裹这些植物营养素呢，它就可以穿透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呃水分的这一部分呃这个呃过程嘛。 然后呢，以小分子方式进入我们的细胞壁，进入我们的细胞，直接把营养素送到细胞里面去，产生能量，产生这个免疫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呃 t h r 公司在技术上面的这个一大特点。那第二呢，不但提供营养素给我们，呃，我们公司还有这个呃医学研究报告嘛，那叫呃基因调节状，就表观遗传学应用技术。 啊，就是能对我们身体的八个基因能够起到非常积极明显的调节作用。我们人体是有两万多个基因嘛？这些基因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保养方式下，它的好的基因表现和不好的基因表现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我们提倡主动式健康，就是第一，健康生活方式；第二，传统养生；第三，加上我们这个植物营养素啊，都是有机植物营养素，以及呢。 呃，这个呃，很多的这个生物科技技术，这样子呢就能够帮我们好的基因呢，让它更好的表现，增加一倍表现，两倍表现，最多增加八点四倍的表现，同时能够抑制我们身体里面不好的基因，包括家族遗传疾病啊、呃、的基因和这个呃这个呃后天啊，我们基因被破坏了嘛，那产生了一种变异，能够减少这些呃不好的基因的表现。 减少一倍表现，两倍表现，最多减少十二点五倍的表现，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的呃这个营养素进入体内以后产生的作用就完全不同。刚刚李院长讲到了这个线粒体的作用啊，呃，确实啊，我们的产品里面具有这些呃这方面的一些一一一一一些技术。所以简而言之吧，啊，e e 公司的这个产品在技术上面的发展创新啊。 当然，还包括我们后面的对炎症的抑制啊，呃，神经美容护肤技术等等，已经把保健品从过去传统概念里面补充细胞所需要的营养，从这个给这个角度啊，提升到什么？不但补充营养，还要能补充营养到细胞里面去，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叫营养分子的优化，细胞的优化，细胞的抗衰老，炎症的抑制。 以及这个基因的调节和神经美容，就是把这个技术提升到最高啊，就相当于我经常呃这个举一个例子嘛，就是手机技术。那手机技术过去有两 G、三 G、四 G，那现在有五 G 技术了。那每一次技术的发展，都让产品的这个表现啊啊呃功能性啊，产生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啊。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我们 Three 公司，就是我个人对 Three 公司产品的一个一个一个认知。这些认知呢，也都是我们呃首席科学家丹博士和其他的一些科学家啊，我们科研团队伙伴，在过去二十多月，在世界各地的会场啊、线上线下啦、啊，呃，来进行分享的时候呢，我学到的一些信息。所以好，我们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呃讲到啊、呃、讲到这里啊。那现在呢，我们。 呃，进入第二个话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过去啊，那无论是丽娜还是李院长，在过去的这个呃半年多当中，我们使用产品自己有体验啊，对它的技术啊创新有所了解。那这些产品在我们自己使用以后，我们不是分享给呃家人啊，分享给朋友吗？对不对？爱自己，让自己健康，不要生病，不要成为家人负担；爱家人，让家人健康。 啊，不要生病，不要成为我的负担。那爱社区啊，爱我们的朋友，那也是同样的道理啊，那、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丽娜也好，李院长也好，在自己的分享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家人呐、啊、朋友啊，在使用产呃实力公司产品以后，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产品使用的体会呢？那有请我们丽娜呃给我们去分享一下呢。 好的，和平老师，刚才通过李院长和和平老师的专业讲解啊，让我知道了为什么我这么快能获得在我身上的改变的原因了。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注重养生的人，呃，以往的养生方式呢，可能会通过中医的一些方式，那我们传统的食补也好，呃呃，都是通过一些呃去煮啊，去煲。 呃，那个营养成分呢，你是不知道那个量是多少，然后你喝下去，你吸收了多少，你也不确定。所以我一般要调两年，可能才能达到吃思瑞一个星期的效果。呃，吃思瑞一个星期呢，我以前是常年有那个呃肠动力不足、胃胀气，就是我吃东西只能吃一点点，吃完我胃就胀了，然后肠动力不足呢，会造成我每天就是那个。 呃，排便也会有点不顺畅，不就总感觉没拉完。但是吃了思 e 一个星期，就解决我困扰我这么多年的一个困扰，就解决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比比什么都开心。因为你知道，每天这个东西困扰着你，你说烦吧，也不是太烦，但它真的就是是你生活中的一个困扰。 哇！我就我我简直就太开心了，就每天早上是变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去洗手间几秒钟解决了，非常顺畅。以前我上厕所我要拿个手机，在里头半个小时都出不来。你想想这种快乐，只有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理解。然后还有就是我整个，啊、<哈>我我本来是打算去，呃。 跳操呀，或者运动去减肥，但是又比较懒又贪吃，所以呢，呃，每天每次就是跟美食做斗争啊，就控制那个食量，就很怕肥嘛。结果思睿不仅我的胃口还好了，我整个人小了一圈，脸也小了一圈，背也薄了，肚子也变平坦了。这个简直就是给我，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我说这个、这个。 因为我是常年我是做瑞士抗衰老活细胞治疗的，做了十多年，那那个价格可不是一般人能消费得起的。然后咱们思瑞的出现，我就觉得哇，抗衰老再也不是有钱人的专利了，就真的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的福音。它的效果，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一点都不输于瑞士的那个效果，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还可能还有更多的惊喜。就在我身上，我整个人从七月份到现在。 可能不到五个月的时间，我是肉眼可见啊，身边的人见证我的变化，就从里到外年轻了。人家说十岁，包括就是以前脸有点发腮呀、啊，总有点下垂呀、啊，呃，现在就是完全的收紧了，然后皮肤的光泽也是由里到外发散发出那所有见到我人都说，哎，你最近做什么医美了？这么自然，哎，整个人容光焕发的。呵呵 这都是思睿带给我的惊喜，所以，呃，通通过我自身的呃获得的受益啊，我就很惊喜的去跟我身边所有人去分享，包括我的受益者，肯定是最直接就是我的家人。我的哥哥呢，他是长期有鼻炎的，到了这个季节他犯鼻炎呢是他是很痛苦的，早上起来开始他就不停的会流鼻涕、打喷嚏，然后几包几包纸巾纸巾用掉啊，他吃了一个星期，他的鼻炎就好了。 他觉得这也是困扰他十几年哦，就这这这些带给我们的意外和惊喜，真的是那种感谢都无法用言语表达。然后我妈妈是疫情之后那个血糖高了，有糖尿病，然后她吃了，现在有跟我一样的时间久，我吃了呃一个星期我就推荐给妈妈吃，然后她的血糖也是从十三点多现在降到七。 就是也是在一个很很短时间内很快的一个数数值的下降，包括她的睡眠、她的精力、体力。我妈妈今年七十五了，所以她在她身上也是获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呃，还有一个重点。我妈妈我感觉她已经有一点点老年痴呆的前兆，然后我一看我们 Three 哎。 对我们整个脑部啊，对老年人的这个预防啊，老年痴呆有那么好的效果，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自己福报和妈妈福报都很大。在我正困扰我妈妈有这个征兆的时候，我就遇到了思睿，哎，就很好的解除了我的我们家的隐患啊，我们的担心。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思睿给我们家带来的这些效果。还有我身边的朋友，我推荐老家的一个发小，他比我大一岁，哦，我今年五十岁了。 <laughs> 所以大家看,、oh, 看不上看不出来，看不出来。<laughs> 对，oh. 所以我今年五十了，就是我现在出去说五十，还是很少有人相信的。然后他呢，一他比我大一岁，他就五十一嘛，他已经停经三个月了。然后他发信息给我说，他说我吃了十五天，我的月经来了。就这种快乐，这种开心，我真的是。 这个比我自己做生意挣多少钱我都开心，就是给自己家人和身边朋友带去了解决他们可能困扰已久的问题，解决了他们真正的困扰。哎，这种开心我觉得是无价的。反正这是我就七个月来还有好多了，好多好多的案例，呃，我就不一一分享。包括还有我的闺蜜，她困扰她多年的那个妇科炎症。 他也是断断续续，医生永远只是给他开药，让他泡一泡，永远找不到一个根治的方法。他也是吃思瑞一个月之后，他跟我说：“哎，居然我的炎症好了，就每个月例假前后会困扰我的这个问题不发作了。”就是后来我才知道，咱们思瑞的消炎的功能是非常好的嘛，而且又快速嘛。<法>对，所以哎，真的每一个人都来感谢我，所以非常感恩遇到思瑞。好，我的分享到这里，谢谢。 谢谢丽娜的分享啊！从你的分享里面，一个我感觉到你的一种兴奋程度，一种高度认可的程度。第三呢，呃，觉得做了这个对自己、爱自己、爱家人，做了个爱朋友这个好事以后啊，你非常开心。我是九月份是在深圳见到你的啊，那个时候你大刚刚开始拿到 Versace 的产品，所以现在才两个多月,啊9月,月,月啊，啊，两呃九月、十月、十一月，四个月，月四个月，四个月的时间吧。 我看见你的皮肤、气色、光泽、紧密度特别好啊，真的。对，咱们有照片为证，我那时候在香港给你有合照的，所以我们可以拿出那时候的照片。啊、下次我再遇到你，我再拍一个照片，咱们有照片可以对比。<的>嗯，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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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谢和平老师。把照片发给我，我发到群里面给大家。好，哎，好的。谢谢丽亚的分享啊！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交给那个李院长啊。 李院长，你在这个使用产品的时候，刚刚你也简单提到了自己使用产品的一个体会。那么，我想在这半年当中，我也看见你在天津啊，跟很多朋友分享啊，当然都是呃为了大家好嘛，啊好，你发现了好的东西嘛，跟周边朋友分享。所以想听听在这方面这个产品的这个分享过程当中，呃，你在你的这个分享过程，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或者是什么啊？ 在使用 Three 产品以后，有没有一些使用的呃这方面一些好的一些使用见证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好的，谢谢何平老师。嗯，我是这样啊。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说，嗯，介绍一下，嗯，在我心里容颜的一个痛点。这个痛点是什么？呃、嗯，因为前面长期的处于这样一种，嗯。 应该是我觉得是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特别是退休之后，就像一个撒了气的皮球。哎呀，真的人的就是失眠、这个厌食等等的这些症状都出来了。呃，那个时候我妈妈已经八十岁，然后老太太，哎呀，担心女儿啊，然后给我做饭，帮着我带孩子等等的这些。 但是我也是在自己在努力的，我在抗争，我是怎么能够从这个这个时候走出来？现在回过头来讲，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完全是一个低能量的状态，所以导致了这样一系列的症状。没想到的是，这个突然间我妈妈发发现是一个小细胞肺癌，嗯。 那个时候我就说，我要用我的一生来回报我母亲，我可能都回报不了她对我的这种养育之恩。但是呢，当时的状态，我就是拼足了我的力量。我觉得我都达不到我的一种预期，去支持病中的我的我妈我妈妈。但是我妈妈后来因为有病，她又是一种神经内分泌的一种。 恶恶性度非常高的，也是因为马上就要走了，所以他就说：“李强，你什么时候出现在我面前？你总是没有力量，没有劲儿，没有。”老太太的抱怨出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所以这是我永远的一个痛。呃，这是我也是要我为什么要改变？其实，呃，无论是做我医生的职业，还是做一个女儿的职业，作为一个母亲的职业。 这个这个角色，实际上我现在体会到，我是需要能量。正是这个思睿的这个产品给了我这样的能量。首先是我自己的改变，我早晨起来，现在开车出去，哎呀，看到早晨的日出这么美好。当时那个时候我起床都很困难，现在我我无论是带着外孙，带着和家人出去。 对于这种美好的这种体验，其实我觉得，我现在感觉它是需要能量。正是死瑞这样的一个产品，应该说让我在这方面达到了我多少年我没有达到的一个预期啊！现在对对很对,对生活的热爱，对于我这个大自然的热爱，对于我专业的热爱，应该是一种由内到外的一个提升。 我我觉得正也和我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这种规划是相一致的。如果我没有能量，我怎么去感染我的家人，感染我的这个我的病人？因为我的病人大多都是处于这种心理焦虑、有有躯体问题的。呃，所以呢，我在我改变了之后，那当然我第一个改变是我最信任的人，那是我的女儿。我希望在我。 人类未来不要我有这种抱怨，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从我这个学习的情况来说，把自己的负人和人之间是有感染的。如果我们充满了能量，你会感染你家人，感染周围的人。我现在我的病人看到我会这样说：“哎，你的精神怎么这么好呢？”所以我觉得思瑞产品的本身，它是由内到外的一种健康和美化、美容。 嗯，而不是真传统意义上的只是皮肤的美，它是从给予你能量，从精神层面到躯体层面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提升。那我女儿呢？她因为工作负担又重，她有三个孩子，所以呢，她又很很爱美啊。有时间我会把她的照片传给和平老师，很爱美的。 他在用了这个产品之后，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第一，就像前面那位老师美女说的，哎，他的他的大便，他那天跟我说，我现在的大便居然跟我的孩子一样，就那种很好的那种。他也是前面都是很黏腻，排便很困难，也有痔疮什么这样的情况。呃，另外他的睡眠，而且呢，因为他都爱美啊，三十多岁爱美，他的朋友他在用了一个月之后，他的朋友说。 哎，婷婷，你是不是去做美容了？他说我没有啊。他说你肯定做整容了，你没做整容，你不会是这种状态，整个皮肤都是很紧致的，就像做了这个皮肤的提拉一样。呃，这是一个很很那什么的，因为他前面他是不太认可这些保健品的，所以他现在他能够坚持每天吃，呃，包括我这次的感冒，还有他。 他去出差之后，他跟我说：“他妈妈，我那嗓子就跟那个跟那个拿刀片一样的疼。”我说：“你带没带那个思瑞的那个白藜芦醇？”他说：“我没有带。”那回来之后是夜里一点钟，第一件事儿，他服用了两袋的思瑞，吃了四粒的姜黄。他跟我说：“这天妈妈早晨起来，我嗓子就好多了。我昨天是大意了，因为身体状态好了。” 所以我也要再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身体是需要爱护的，不意味着我们吃了死瑞，我们有能量，我们就去糟蹋它,它。我我我现在有这个感受哈、啊，因为一个健康是要多方位、多维度的。所以呢，这个我昨天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体力很好，不在乎这些事儿。 天气又突然间变天，出了一身汗，出去之后马上就那什么，然后回来嗓子疼，全身的酸痛、发烧，呃、马上吃了三大了的斯瑞，两粒的姜黄、呃，我算了一下，大约在十个小时，所有的症状就缓解了。所以今天出现在这个和平老师面前，<好>说真的，我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应该比这个要好一些，因为昨天一直在发烧。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整体的变化，呃，当第一批传递给这个周围人的，我是发自我内心，我的改变，以及我看到周围人的这种现在的亚健康状态，有这样一个好的产品，我是从内心，我是要从内心来说，我是首先是希望他们改变。 但是这个改变首先是观念上的改变，对于我们营养的认知。所以我觉得，作为我来说，更多的因为跟我的自己的，呃，在我退休之后的规划是一致的。呃，用大健康的这种理念来影响我周围的人。另外，看到这么多人啊，由于慢性炎症导致的血管的问题，呃，脑出血。 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嗯、呃，这也是我要做的，作为医生要做的一个工作，呃，怎么去预防，把一个健康的理念给大家，呃，然后呢，让这些，嗯、呃，现在困扰着中国大陆这么多人的慢性病，呃，能够提前的预防，让它不发生，少发生，嗯、呃。 晚发生，另外呢，能够减少它的合并症。另外的一点，我自己的家族是一个糖尿病聚集的家族，我父亲这面所有的人都无一幸免。我在这之前，我的糖化血红蛋白也不正常，尽管我很注意，我注意我的这个运动，注意我饮食的自律，但是就是这样，我糖化血红蛋白还是高，是七点多。 那我现在呢？最后的一次检查已经降到五点五，而且我的拜糖平已经停掉了，我还在观察，客观的观察我的血脂的情况，我的血糖的情况。另外呢，我觉得第一批能够跟着我走的都是我的好朋友，特别的信任我,、就是我的旅。旅局，他今年也已经。 五十多岁了，他本身是一个免疫系统的疾病，然后他的信任就到这种程度。那个李强，你觉得我吃不吃？我说你先等一等，我吃着有效，我再那什么。所以这，这朋友间的这种信任，绝对不是拿金钱来衡量。如果我觉得没有效果，我我没有弄懂里边的机理，我绝对不会推荐给我身边的人。 特别是我第一批跟着我一块儿来做健康的人，我就特别的珍惜。当然，在他们身上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像吕菊，她的胃肠道，她对免疫对的攻击呢，她的表现主要是在胃肠道，现在完全好。激素治疗的一些症状现在也基本上都消失了。嗯，所以我也感到高兴。他现在也在积极的在做我们这种健康的推广。 嗯，发自内心的感谢。嗯，嗯好的。呃，谢谢李院长的分享啊，谢谢李院长。呃，很多的事例，尤其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女儿身上以及好朋友身上啊。呃，其实呢，这个在过去的二十个月，我们在分享这些呃技术啊、产品的这个啊，包括我们的主动式健康观念的时候啊，呃，市面上也有个呃。 朋友们也经常会说：“哎呀，又谈保健品，这个太多太多了。”呃，你们保健品跟其他保健品差不多吧？啊，就这个。那其实呢，根据我们刚刚 Lina 的分享，跟李院长的分享，那以及我刚刚中间补充的这个，我觉得，呃，舒立公司的这个产品的技术啊，真的是这个首创性、原创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因此，我们现在来具体来判断。 那么多的保健品，我们到底怎么选择？我总结了有这么几个呃要素啊，也是跟线上的伙伴们一起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呃，你判断一个保健品好还是不好，是否要用？第一个你要知道这家公司的保健品或者营养素它的技术特点是什么。如果技术特点还是什么维生素、维生素啊，又是这个果汁，又是那个果汁啊，但是没有谈到它的一个技术特点呢，我觉得呢。 这就没有跟上现代科技的发展，那我觉得这个是呃一个标准，就是它的技术特点是什么？那我自己我首先要听了，那啊、呃，比如说哎，它能有这个呃营养分子优化、细胞优化啊、细胞抗衰老、炎症抑制、基因调节、神经美容技术，哎，我这个就我觉得是新鲜的，其他啊、呃、一些保健品里不具备这些新鲜的这个技术，包括啊、呃、这个吸收技术啊、基因调节等等，那、啊、这是一个技术标准，那、啊。 第二呢，这个技术创新呢，需要有第三方的啊啊不，需要有自己公司医学团队的叫这个呃医学研究报告啊，要有自己的研究报告来支撑自己的这个技术创新啊，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是仅仅说产品好，没有医学研究报告来支撑的话呢，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欠缺。那第三呢，有了特点，有了医学研究报告。 同时还要有,有第三方机构的认证啊！你说你的技术好，你有医学研究报告、研究数据，OK？有没有第三方的同行机构啊，来给你重复的做试验，得出同样的结果，然后愿意第三方给你公布、公正啊？所以这是第三个要素。那第四呢，就是你的这些好的东西，技术这么好，产品这么好，那么有没有被这些啊？比如说美国吧，啊，PDR。 啊，Physician Desk Reference 就是美国医师桌上要点，俗称啊，呃，美国要点的认可啊，这是一个行业权威机构啊啊，在这个美国很多的医生到现在，我们二十个月吧，有数千名美国、加拿大的西医的医生，正是因为看到了舒瑞公司的医学研究报告和产品全部进入了这个要点，觉得舒瑞公司产品在科学的创新啊，这个创新性啊。 产品使用的有效性以及呢使用的安全性上面，他们觉得得到了这个 PDR 美国医师要点那个权威的认证认可，所以他们开始进来，然后推广在临床上面使用我们 s 瑞公司的这个高吸收率的植物营养素做配合治疗，那用药跟配合营养剂的配合治疗取得了非常明显啊快速的一个效果啊，所以我觉得呢，这就是我们判断。 一个公司的这个呃，比如说大健康产业的保健品的时候，呃，营养素的时候，一个几条标准。那第一个技术特点，第二个医学研究报告，第三个行业的第三方认证，第四个进入到美国呃，医师桌上要点。那、啊、要要要要要这个。那第五条呢，当然就是要有成千上万的啊，数以千计的专业医生的认可。今天非常高兴，我们有李强医生啊，那是专业医生了啊，能够认可实瑞公司产品。 所以这些专家认证认可了，医生认可了，那么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我们就放心了啊。所以好，今天呢，呃，很快啊，我们花了四十多分钟时间了，我们来分享呃苏立公司的产品的技术特点跟产品使用的这个见证。呃，感谢我们丽娜呃老师的分享，感谢李院长的分享。我想今天的信息呢，应该会给线上的伙伴们一点这个启示啊，一点启发啊。 呃，也希望呢这些信息呢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希望下一次能有更多的伙伴们啊，不管你是有专业医学背景、营养学背景，还是有啊、呃、产品使用见证体验的伙伴们，到线上来分享这个健康的信息、爱的信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谢谢大家。